谢你成为我哋嘅司机合作伙伴。喺香港，我哋嘅司机合作伙伴帮助好多人轻松方便咁周围去。好多人同你一样，都已经成为一位 Uber 嘅司机合作伙伴，做咗自己老板。当中有翻紧工嘅专业人士，有退休人士，有大学毕业生，亦都有为人父母嘅。Uber 为你嘅成功而努力，所以我哋特别为你提供三大贴士，令你每次出车都得心应手。灵活是用 Uber 揸车赚钱的其中一大好处，它真正意味着自己做自己老板，想几时做都得。这盘生意不是周围都找到的，要充分运用灵活性，可以看下怎样的日程安排最适合你。搭车的人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需要，赚钱的高峰时段也都会随之而改变。举个例，如果你是地产代理，要在非繁忙时段接待客人，咁朝早嘅繁忙时段就最啱你。无论你点拣，只要你有需要 ，Uber 嘅技术都可以无时无刻将你同需要搭车嘅人联系起嚟。你用 Uber App 揸车赚钱，奖金计划就系俾你赚到尽嘅一个方法。明白奖金计划点运作好重要，一经掌握，你就可以专心赚钱。要成功其实唔难。记得出车前问清楚你的支援团队有关奖金计划的相关资格啦。对很多人来讲，都出了问题，他们才会想到支援服务。但 Uber 欢迎你随时联络我们查询，因为我们了解第一次载人总有机会胆怯。无论是有关司机 App 的小提示、上线清单，亦或怎样拿到理想的乘客评分，我们的团队都随时帮到你。我们随时候命。你好，我是 Felix， 我是 cafe 老板，我是 Uber 司机。你好，我是 Jason， 我是全职 Uber 司机。大家第一次上线的时候，可能都会遇到不少的困难，不过不要紧的，慢慢学下怎样用 App， 选择最适合你的时间和地点上线。遇到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的支援团队帮手。最后多谢你选择了 Uber， 我们很期待和你们一起推动香港迈步向前。